新建月会是一定爱月度的各界人士所成立的月会，到今也剩了三冬外的时间。为着要更加侪人识识到水墨画，因此会馆是互相交流技术，并伫各地来展出作品。现在就伫将军区的邦源美术馆来展示，欢迎对水墨画有兴趣的民众下当前往参观。将军区恒宇美术馆每个月拢会展出无同主题画作展览。即摆是由一群喜爱水墨画人士组成的新进画会，来展出将近58画作。每一笔画拢是作者心血，毛各种作者想要表达故事理念。因为美在生活中是无所不在，你用心去看，你就可以体会到。那我们艺术也一样，就是说生活中的细节，你只要有感动，你是可以呈现出来的。但是呈现出来，你不是说就是直接这样子，你要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胸中秋壑，然后把它照进出来，这样子。这摆作品全部拢是木材，李老师嘛教得学员用水干的颜料，已经自动技法来创作。因为这种技法就是唔知影会有虾米款的效果，来呈现出作者自然的艺术风格。目前对于水干技法，好像很多人很喜欢，因为它是一种很自然自动的技法。当你把这个水干做了之后，它所呈现的效果是无法掌控的。那等它干了之后，你要在这个画面营造出你所感动的，然后说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。这摆联展展览是到6月25号结束，欢迎兴趣的民众会当向官方来预约导览介绍。透过介绍会当让观展者更加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故事甲意义。记者钟慧，中国区彩虹报道。